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 的。这一部影片是要来聊聊对枪心法的进阶篇身法篇哦。因为之前在一年前我们有做过如何上无能战魂的对枪心法，其实回想是蛮好的。那么今天就是要来聊聊，我认为在现阶段，所有高端玩家或者是说，你在努力朝着高端目标的玩家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我认为身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呢，会搭配着一些不管是高端的实况组也好，或是比赛的内容，来跟大家聊聊说，究竟要怎么把自己的身法练好之后，才不会说你在打一般场或者是 rank 场的时候，发现说，怎么拉出去的时候都是被爆头的情况哦。因为我认为多半时间点，虽然对方有时候会很准，但通常啊，不太会是十次拉出去的干拉会被对方爆头十次这种状况。如果会被爆头十次的话，我自己会认为你可能在身法上面来讲是必须要精进自己的。那么在跟大家聊高端实况组或者是比赛的片段之前呢，我们要有先一个比较核心的主轴概念，就是如何拉出去不会被对方爆头。我会认为大家要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会是你先把你的预瞄给练好之后，选择架的一个点位拉出去的时候，你要相信这个点位是有人的，所以不要太多的过多就是揣测说对方有机会在右边、在左边或者是在这个绿箱后面的时候，因为你这一个拉出去的时候太小心这个位置。可是如果当对方一开始就已经是架在一个你的小身位的时候，其实你的这种一格一格拉出去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被爆头。我今天先预瞄好，我今天瞄这个位置，我拉出来的时候我是要一直往前去，一直往我的右手大步的走，然后去规避掉对方有机会架我小身位。我们如果架小身位的时候，对方拉出来 pick 基本上他停在这里就是直接停在我准心，所以相反的，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要规避走到对方准心上面的情况，要逼着对方的准心动，所以你必须要直接大拉出来，然后去瞄这个位置，逼对方去炮这一枪，然后你再定位给他一发。我会认为这一个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主轴核心哦。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下现阶段就是实况组也好，或者是比赛的内容也好，里面会出现的一些身法以及运用哦。好的，来到我们第一个片段哦，这是 Forsaken 的画面。那我们刚刚有聊过的，会是因为你要探身位的时候，你是必须要一格一格去查的嘛。如果你不想要大身位，然后有机会对方出现在你不同的视角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取舍。所以如果你是要正常像刚刚的小身位的 pick 的时候，其实你搭配一个蹲下会让对方的准心是瞄不到的。这我会认为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些变化，或者是说你非不得已要这样子慢慢进走小身位干拉的时候，是必须要配合一个蹲下的。这一段也会有一个案例，就是浩东在架这种正常的位置的时候，大家都会是瞄一个头线，所以如果搭配一个下蹲的时候的画面，就会让浩东他完全是瞄错的这个位置，他就会直接规避到头线。所以我认为 pick 的时候下蹲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些技巧。接下来要聊到的会是捷径之地这张图 Viva 的他的架枪哦。你看，如果我们用慢动作来看的话，就是虽然球球他是有做下蹲的，但跟枪也会跟得到，但没办法，我会认为就是你还是要必须把自己的准心或者是你的身法去练到极致，才有办法去跟到这种东西哦。因为如果你用慢动作的情况下来看的话，第一时间点 Viva 是完全没有瞄到的，但他用着自己的微调去想办法甩到这一发哦。但当然如果没有甩到这一发，反而是球球要做反杀了。所以我认为大家以后在清点的时候，一定要相信着自己先瞄好的位置，千万不要是我直接就架一个小身位这样拉出来去想要对这个地方的人。虽然探头者优势会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往往啦，你只要有一点误差的时候，你是直接会撞到对方的准心上面的，就对方只要架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着自己说，对方如果架枪的时候的画面是长什么样子，因为你会更好的去做一些简单的应对。那当然如果今天对方的瞄准能力就是特别强的话，你这样子拉出来，然后他还是办法一发你，那就没办法。因为我们其实前面有讲过的，其实你拉十次的话被十次爆头，那可能就是自己身法有问题。但在高端对决里面，你拉十次估计还是会有五到六次对方架得住你的一个情况出现哦。就是你还是要先把这个东西给做好之后，你再打一些可能白金钻石场之类的东西，对枪的胜率会再更高许多哦。那么这一段康康也是做了一样的事情，他康康为什么会在这边突然蹲下，是因为刚刚在澡堂蹲下的画面，他就会是要规避掉对方
这一个枪线位，所以他你看的画面他是提早下蹲的，他只是要防这一块。因为通常来讲，我们前面有聊过的会是，你如果要去架第一枪线的时候，尤其是手澡堂口后手的位置，你通常会是喜欢开这里一枪，然后就想办法退到后手去守，就是不管是守在要进打一小的人，或者是说因为对方刚好下烟这一排烟的时候，直接退到后面来做防守的一个开枪模式以及路线哦。所以如果我知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预防。所以我在对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想要蹲下来去规避到第一枪线位，因为我可能这边也有人，这边也有人，所以我不太想要，因为我是因为大声会拉过去的时候，我这里没有瞄到，结果反而人在这里或这里。所以康康的他的走位就是比较小心。我觉得两者都行，就是你要选择这样子蹲下来，或者是你相信自己的决定，说你直接大拉，然后找机会看有没有对方炮枪的时候，你准心瞄到再停下来开枪哦。这两个我觉得都行，所以这时候就会回到我们第一集的对抗心法里面。哎，如果你是架预设位的时候，很常就会被对方针对，所以你要架一些非预设位，或者说你知道说，我知道你要这样做，所以我要反方向的去做一些非预设位的架枪，所以我不是架这个地方，我反倒是直接架在这里。康康先规避了第一个刚刚的转角，然后走出来的时候发现其实狙击位是下在这里，但没办法，刚好康康的反应速度比较快，所以被带走。但如果打了十次里面，我会认为瑞兹在这个地方架枪的胜率应该还是会高上许多的啦。那后面这边也有演示了一下，就是如果康康这个走位他是有点算小失误的，就是如果你知道说对方高几率有人在架外面的时候，其实不太应该是要这样子镜头走出去的，因为在对方的视角里面，就是你的枪管会先露出来，你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开枪的机会。但我们刚刚讲过的，如果你是用一个比较好的身位去拉的时候，凯这边他就没有办法瞬间的定位到康康，因为康康如果他是搭配着蹲下或者是小身位大身位去规避到枪线的时候，那他就还有机会，康康还有机会甩枪，因为对方是有机会炮枪的。那么这个片段就会是炮东他要架这个烟雾的时候，敌人拉出来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 IB 的动作，他是听到声音之后，他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反而是先继续一直动，然后把这个敌人找出来的时候才停下来跟他对枪。所以大家要懂一个点，会是如果你还没有瞄到敌人之前，请你要保持着移动，千万不要因为对方开始开枪的时候，你就很慌张的站在原地先去找人，反而是先动，然后再用移动准心去找目前要射你的人哦。这个地方是尤为关键的，就是在大家对枪的情况下是不太能慌的，就是你要很理性的判断说，如果我还没有瞄到敌人之前，我是一定会被对方爆头的，所以我是要一直动，逼着对方炮枪哦。接下来会是 Something 的视角，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把暴风旋刃，然后看到点后有一个人的时候，他在做拉的动作，他是选择贴墙壁，然后用最快的方式拉出来去瞄他想要的位置。但你可以看得到，一旦他发现不对的时候，你看到伤形他是一直在动的，就是他不想要让自己停下来的时候被爆头。如果我要慢慢拉出来选择一格一格收的话，其实在我们前面讲过的画面就会是，我只要把架枪的位置摆好，对方其实走出来的时候还是会面对到，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子慢慢收，收太小的话会没有办法。所以我会认为有两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你要嘛直接大拉身位拉出来，然后去 pick 这边，又或者像桑吉这样用最快的速度拉出来，然后觉得就对方一定在这里，因为两者的差异不一样。因为这边其实拉出来的时候，两边其实看的速度会是差不多的，但如果你今天要贴墙的时候，因为近大远小的关系，所以你的身体一定会先露出来，然后给对方有一个反应更快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两者就是要来看你取决于说你相不相信对方真的一定在这里。如果你觉得不相信对方在这里的话，我会认为你是贴墙后面，然后这样拉出来去 pick 会好一点。但当然这个片段的话，就是 Something 他选择的会是直接选择贴墙然后拉出来哦。当然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就会比较偏向的是，除了拉出来之外，如果你知道你今天没有打到头的时候，或者是说你是完全泡掉的情况下，你是必须要一直移动的，你不要突然停下来就直接压一整管。你看到 Something 的动作，他是开完炮的时候他再继续移动，所以他的画面会是长这样子，拉出来炮枪的时候马上再移动。他不会是因为许多人在打的时候，他一定是这样就直接就蹲下去压一整管。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炮枪的情况下，对方基本上就有办法一发你，所以你要规避掉对方的一发，你就是要开始跟着走。如果你不跟着走，然后你这样蹲下来压一管，你基本上是在高端局里面要被反杀的，对方的准度也不会到太差，所以你一定是想办法炮的时候就要继续移动，因为你已经拉出来的时候跟你想的不一样，结果敌人在这边，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赶快甩枪，然后再继续移动，又或者是
直接哦，对抗白色，那就直接再拉更大的地方，我们就俗称的 popping swing。所以千万不要是我拉出来的时候，我就是直接压一整管。要这样讲，如果你要确定对方是一定在这里，那你说直接蹲下来，开局就直接拉蹲下来，然后规避对方投线的话，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这个前提是你要蹲下来，然后是贴着墙壁的后面。那如果你今天是要近距离拉出来的话，你就是要想办法保持移动，因为对方可能有机会站右边底角或是左边底角，所以你是必须要一直保持移动来开枪。这也是我觉得伤形他的强大之处，就是他有办法一直在思考说对方的一个准心画面，然后以及你的对位关系哦。所以走位是很重要的。伤形他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他的走位。你看到他第一时间点，他看到第一个人的时候 ，OK 秒杀。他接下来的动作不是蹲下来，然后要压这个解体，他反倒是先继续走，先走了一步，然后再跟解体对枪，然后解体就因为这样子炮枪了。所以我会认为大家其实在对枪的过程中要相当冷静，你要知道说 OK 我现在这一两发炮了之后，我的动作要怎么做才不会让对方这么好把我爆头。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在认可场或者是石头里面去多练习的东西。这个画面就是伤形他的预瞄位已经瞄好了 A man 口的位置，但敌人刚好出现在他不是想要的位置的时候，他的动作是先再继续走，因为他知道现在停下来靠甩枪已经输了，因为对方的准心其实已经定位在他的身上了。所以这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阻止对方爆你的头，所以你要必须移动。如果对方真的炮的时候，你才有机会甩到他。你看他多走了一步，两枪直接炮掉的时候，伤形就直接往他的头上开了。所以你可以也讲的会是，对方的解体他其实也要继续动的，但他选择继续蹲下，然后想要压一整管去打一个类似水平压枪。但水平压枪它就是有一定的失误率或是难度在。这边大概的影片就会讲到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来跟大家做一些总结哦，就会是。我们一定要先预设好，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的一样，我们一定要先预设好一个位置，先瞄好准心预瞄位也瞄好了，拉出来的时候想办法慢慢来，不要这么慌，看到敌人再开枪。如果还没有看到敌人，或者是说你拉出来的时候敌人已经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你还是要持续做你的事情，直到你想办法看到他，然后你知道你甩枪一定定位了然后他的时候再停下来。千万不要会是我 OK 我今天就是要拉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是拉出来不动了，这件事情是错的。反而是你接下来 OK 你预瞄好了之后，你就开始想说我拉出来的时候，如果敌人在右手或是左手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反应到直接在左边定位，反而不会是直接就这样停下来，一定是如果有人的时候多走一步然后再继续开枪。这个东西其实很短暂，但是相信大家是一定做得到，只是没有太特别去训练这一块而已。石头也好或者是一般场认可都是有办法去想办法实践这个东西的，所以大家要想办法多练习这一块。再来第二个点会是，如果我知道对方一定架这里，我想要直接跟他对个你死我活的时候，我就会加一个蹲下，阻止对方爆头的机会。这个东西虽然对方也有机会靠着围动去把你一枪带走，但是你说加了这个动作，其实你会阻止对方把把都把你爆头的机会哦。像这个位置 B 面的位置，大家普遍狙击位会是加在这个位置或是这个位置嘛，所以你现在看到会是，如果你真的怕对方是这样子架的时候，你就是这样蹲下来，拉出来的时候配合一个蹲下，是有机会去规避对方的爆头线。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也要练习的一个重点。再来会是，如果当对方今天是架在这种非预设位的时候，你一定还是一样，就是要选择的会是，我相信自己这边架住，但是我因为又不太想要跟对方是这种小身位，然后他架我一发的机会，所以我还是要想办法大身位去走过去他的枪线，规避到他的第一对枪位，要么蹲下来，要么直接大身位。然后如果敌人刚好在右边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就是再继续走。如果有敌人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所以你就是要继续走，这样子会比较好。所以保持移动是身法的一个重要关键。这边也可以另外补充一下，架90度的时候，通常我们会给自己更宽一点的甩动机会，就是比如说对方今天是像我们刚刚有前面聊过的，是他就直接要直接走到底大身位的时候，我有办法左边微调跟右边微调，我都有两边有办法去跟到，给自己一个 range。 就我相信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你会知道自己大概能接受的范围，就是对方不管怎么拉的时候，往左边拉往右边拉，这个东西你都要想办法架得住。那这个东西要怎么练，我自己会还是比较喜欢在石头练啦，因为如果你知道石头对方大概的重生点位置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先不要管那么多，就是你要想办法的会是，就算被打射了，但如果对方从这个地方拉的时候，你都要想办法把他两发之内带走。那90度角的话，你的架枪的宽度要再宽一点，但如果今天是这种45度角的时候，那你就要架窄一点，因为在对方的画面里面，应该说在你的画面里面，对方他的移动速度会很慢，
这就是一个角度学的观念。如果你是离着这个墙角越斜的话，那你就是要越贴这个墙壁来架枪哦。一个简单的示范，如果 A 大我觉得这边有一个人在架我的时候，可是我又不太想要露这么多的位置出去，所以我一定就是直接蹲下来。 OK， 这里没有人的时候，然后这边你看是要蹲下来走出来，还是说是直接大神会这样走过来。然后如果对方有机会站这里，有机会站这里，站这里的时候，我一定是预设预瞄好大概大家会喜欢站的位置，就是自己决定好你觉得对方站哪你就怎么瞄，就是一定要先做好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后面的东西。不然如果你都不知道对方站哪里的时候，其实你在练习这个部分你就很困难，因为你要知道对方是怎么架你。所以如果我今天是预设对方站这里的时候，我一定是预瞄好拉出下来，然后如果刚好敌人在这里的时候，所以我会是继续移动然后再停下来。我不会是如果对方刚好在这里他是直接带走，可是如果架出来的时候发现在这里，我会继续移动然后再继续动准心，这个差异在这里。 OK， 好，那如果我们今天把这里清完的时候，我们在架这个角度，我们会是因为斜斜的角度，所以我们是架45度，就是是大概就45度角，所以我们贴着这个转角很近的方式去收，因为对方拉出来的时候你是一定有办法跟到的，就你要知道自己的range在哪里。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小角，如果你怕对方架你，然后你不想要大声问的话，一样配合一个蹲下来阻止对方有些爆头的机会。收点的部分就是身法很重要，如果大家会很常被这种一枪被爆头带走的时候，其实你要开始审视自己是不是这些东西没有做好，导致的是你很常被对方爆头哦。那么今天的对枪身法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追踪我们以后有机会做的教学影片。我是 Ke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